八角树是什么？八角树是双子叶植物纲木兰亚纲八角科八角属的一种。果实与种子可做调料，还可入药。八角树对生长环境要求相对严格，怕冷、怕热、忌风，主要生于亚热带湿暖山谷中，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等地经济植物。八角树的果为调料香料，叶果可蒸芳香油，也称八角茴香油，用于制造甜香酒、啤酒等食品工业，也是制造牙膏、香皂、香水、化妆品的香料，还是合成雌激素己烷雌酚的原料，也用于开采水晶矿。八角树的果实可入药，八角茴香在烹饪中应用广泛，中国八角出口占世界市场的80%以上。